的英国皇宫，一场规模盛大的婚礼正在举行。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将要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。在婚礼的宴会上，宾客们惊奇地得知，凯瑟琳频频举起的高脚杯中并不是葡萄酒，而是一种从未听说过的来自古老中国的神秘饮料，叫做红茶。这位酷爱中国红茶的凯瑟琳因此多了一个红茶皇后的美称。在随后的几百年间，凯瑟琳的画像经常出现在英国各类红茶的包装盒上。由于她的缘故，红茶首次在英国宫廷中亮相。不过英国人并不知道，这种远道而来的红茶在中国的诞生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传奇经历。在武夷山的桐木村，长久以来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。明朝末年，武夷山已经开始生产半发酵的乌龙茶，但是由于桐木村海拔比较高，夜晚气温低，发酵非常困难。有一天，一支来自北方的军队路过桐木村的茶厂时便驻扎了下来。由于正值采茶时节，茶厂铺满了绿色的茶青，大面积的茶青被压在士兵的身体之下，经过几天的反复践踏，错过了半发酵的制茶时机，反而得以完全发酵。当军队离开之后，心急如焚的茶农立刻把这些茶叶收集起来，为了尽快把茶卖出去，他们试着用柴火把茶烘干。他们用了一个未干的这个松枝来进行烘茶，没这个未干的松枝在燃烧过程中呢，就会有松烟，这个松烟充满了满屋，没想到这个松烟被这个茶叶吸收以后呢，产生了一个独特的一个味道，它独特的一个香气。当年这批茶被当作是制作失败的次等茶，运到远处的茶市上以很低的价钱卖掉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第二年许多人出三倍的价钱专门订购这种茶。于是当地人便将错就错，按照全发酵的方法制作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茶，起名叫镇山小种。武夷山桐木村的茶工绝对不会想到，在他们手中诞生的镇山小种开辟了茶叶史上一个全新的类别。在随后几百年中，镇山小种成为风靡全世界的所有红茶的祖先。它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带点桂圆香，而且有一点淡淡的那个烟的味道，因为它是用桐木去熏的，所以它很有特色。另外呢，我觉得镇山小种红茶，就红茶而言呢，它的颜色也很美啊，有点像玛瑙的颜色。虽然红茶的诞生充满着偶然性，不过在当时的世界却可以说是生逢其时。17世纪初，欧